只有妹妹减肥成功。好的，不要变胖成功。你自己说可以。好，三二一，变胖成功，祝妹妹变胖成功。三二一，变胖成功。哇哩嘞，这就是友谊，四位妹妹别气馁，庆幸的是你们都比妹妹瘦哦。准备哦，应试题，请问超人胸前的 S 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妹妹，哎呦，鬼鬼很弱，鬼鬼很弱。是球衣吧？是 super， super。他说 super 是不是 super 是不是？对还是错呢？荣恩组还算直牛耳的一个角色，哎，要不要独吞？因为最后一题了，我跟你讲，伤都已经伤了。然后等一会 PK 题的时候，一题500，那加上去还可以请大家吃东西。吞，真的要吞。吞啊！吞。好 ，OK。好，其他人拿苦茶。本名呢？他本名叫什么？郭杰奇，张小杰，怎么样？你有人要选择爆料吗？好，我觉得还蛮好笑。如果大家听得懂我的话的话，喜欢听听看吗？算了，算了，喝下去大家比较干脆了哈，不要浪费袋子。啊，搭了哎！哎，我想你再爆料也没啥点了吧，还不如就一口干了吧。哥哥告诉你，正所谓吃苦当吃补，对你的智力是有益处的。最后一题啦，荣恩组的最后一题，趣味题，请问，鸡飞狗跳这句成语出现的动物共有几只脚？鸡飞狗跳。趣味大师。六只。啊？六只，六只脚，一定是错的。对，还是错呢？六只脚，趣味大师。不趣味，不是都没有脚吗？不趣味吗？好，趣味题，改动物题。啊，你要分吗？快点当等。250，还是有一个人不能喝了，因为已经最后一题了。好吧，分三份，分三份。分三份吗？当谁有分给你，你就对谁有分给你就分给他。妹妹代表荣恩组的话，当然是要给妹妹喽。哦，好人有好报。哎，小娟，你有给我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有了，好了。观众们，你看看，瞧这一幅画面，一边欢乐一边无奈。真是让人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哦！恭喜妹妹代表荣恩组即将对抗我们妙丽组的冠军，奖金是3080元。紧接着欢迎妙丽组的小公主瑶瑶、彤彤、佑佑、小兵以及 Apple 请出列。看完笨蛋组荣恩的测评，接下来妙丽组的六位妹妹到底谁可以脱颖而出呢？精彩对决不可错过。黑社会的紧急特报，真心幻觉情意外扯出妹妹的打靶话，乖乖的，哦，只是个消息，消息，就是乖乖他厉害了。但你却是认真的，就是啊，就认识你，认识你以来，你教我很多事，然后让就是四周有人觉得是要哭吗？来，有机会，现在有机会不喝哦，来，就是你
教我很多事，就教我做人的道理，然后就会让四周人觉得几天没见，我觉得好像我长大，可是事实上是，就是你有跟我讲很多，就是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你都会跟我讲，然后觉得真的很谢谢你，就认识你真的很开心。究竟是谁让鬼鬼动了凡心的啦？最真诚的告白内容，下集统统告诉你。